那没办法呀，他走了我才能录啊，他不走我怎么办呢？我看看录多长时间他停机。现在别录了吗？录，我就看着他什么停机，我挺喜欢这下子。错过了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应该往下开吧。下开。对，我看很多车都走那边的。往近，刚才那个好，把它拉近一点。录的不好，没关系，好看难看，我主要是考一下这个机器。不是能吗？哎，看多长时间它发热了。对，录到它发热。哎，多长时间发热？说得过去，我就。爸爸、right now from here it says Starbucks coffee. 这是多伦多之夜啊，那个瀑布之夜，你看这个观览车，这么高。免费的？不是，你交钱。好了，四分钟。四分钟不会的。四分钟不会停的，我不觉得太热。哦，在炒着呢，那不炒糖的吗？啊、哦，对。这个是不是意思以前老玩的那地儿啊？不是啊？嚯，好热闹！是吗？上次我们去哦，就是那个，不是这里头也有一个玩。这种以外这个球的那个你看这个小孩玩的地方多，大人就成长的小孩。这个好，那时候好。这是旋转餐厅。哎，我照到警察了吗？对，我不是有意照他。那这灯没去年多了，发热了没有？没有。我不关，我今天就这么样录了呀。到没电为止。为什么？我要看看他，我靠！看到了。他应该把人弄密一点，太稀了。这些个卡通的都录下来了。
San Fair。这边瀑布了，这边是瀑布，看不见。